接下来我是来加机关，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全国地震机关强化资讯安全防护观摩会，今仔日伫创新学院举行，由嘉义县长张发源、内政部林祖玲、政处以及甲议会来宾做会主持，希望借由观摩会和各地县市政府以及民众，看见嘉义县如何提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地震服务以外，而且重视资讯安全的服务品质。嘉义县延续1804年推动云端环境施政措施，并在行政院主统安全处内政部地震署的政策目标指导下，嘉义县地震处用资讯安全为核心，举办了老旧以及高治安风险设备汰换，强化县政府地震处以及各地震事务所整体治安的防护，也推动地震资讯中化的作业。率全国之先，将县内4个地震事务所的地震整合系统环境并整于府内单一机房，透过一致性的治安制度和规范，达到区域治安联防成效。也在今年得到 ISO 27001 CSI STAR 相验证，够的，所以微博的经费第一件做在一些硬体的改善，但是这一次的前瞻预算里面、计划里面，我就在做资安的一个提升，因为我觉得我会给我们所有的公务人员，能让他真正做到行政中立，不受到长官的一个压力，不让嘉义的我们全体公民的资料会流落在地上、路上捡到的。不要因为政治的影响。在安全提升以后，县政府进一步在各地震事务所规划设置专功能数位柜台，向应募顶管提供到民众确认以后会用领取到地籍定本，民众申请地籍定本会用享有免填表、免列印、双向应募同步沟通的服务，让嘉义县民拥有优质地震便民的服务。谢谢新闻创民党嘉义县采访报道。